捷运那个万方医院那边啊，山啊，山上。我跟你说，在 Mandy 家附近。对呀、啊，木栅，对，他刚才讲木栅，我就想登山，因为我从上去有点高。你好，你好，给我留一封客栈啊！一下开这边，一下开这边，然后那个客人他可能。
Thank you.
你们住哪里？住台北市啊。哦，你住广沙啊、哦？木栅。哦，我们来自各四面八方嘞。有木栅，有汐止，永和、中和、桃园啦，高雄啦，桃园啦，汐止、哦哦、台中、台中，啊，过来，有汐止，过中和，过木栅，过新庄，啊，过还好，都在北区。有啊，高雄的那北区在高雄。那个他们那两个北区、哦，北区，北区。眨眼了啦，大姐来，扣我油啊！我讲介济都会使扣我油啊！好呀，所以我外加人家介济，不好意思，甲爸刷卡个无共，因为相机无伫因某个手里，所以我无扣。我手机在我手上，你介济都会在咱食排骨啦！我看我是有影食排骨，因为肉扣你客气啊！你唔知伊手作慢呢，我现在做慢，所以我手机。相机在我手上，我就拍很快。我要构图啊！构你个头啊！等你构完那个景就没了。他都会构思啊，怎么照比较漂亮？等他构完景就跑掉了，烦。够难玩。丢。好快哦！明天要回去，后天。后天呐、啊。是啊。公路。明天只能回丽江。那、你明天回丽江就玩个土城。两个后天就直接回家了。五成，后天直接回家。新增的隔壁，大概才一点多。对呀、啊，到家2点多，超2点。你看我这样睡不着啊，梦就乱梦这样，梦到时候我回去啊，不晓得要。对，好，有点标准，飘飘然，熏熏然，就怕加胖，靠皮了。黑根大师的，再一次，你看，这是云南咖啡会，小弟咖啡，在地啊，那你做剩了用不了嘞，四个喷喷的，阮大家拢会使输，哈哈哈哈哈，那是啊，那是喷一喷完，低油的还是还是细滴的，都会使。本来是因为华山，你知无？香奈儿的，不是台湾土豪来的。我是安尼用的。你现在是还好，这样飘飘也对呀、啊。这种也有一种浪漫。到时候第二天才下雨，至少土豪没有在身边。哈哈哈！哈，你若都落雨，长一块毛，都恐怖哎。好漂亮哦！那条公路，我觉得早已下雨，那条公路一定是。沿路流泥水的，我觉得这样把它斜角拍上去，真想把这条，真想把这条索道先剪掉。哎，你这个东西去出位，来，进来，一个一个，手中无武器不能。啊，伊有迄条线，进来。我这是毛线。没啦，你进来。我把线打掉了，结果。你都还没向出去。别再。温馨提示。这有阿拉个用语吧？温馨提示。尊敬的游客，这些这样吃一个这样，早上吃的东西。家人要回去，嗨。伊阿嘛是台湾人，嗨，嗨，也在，嗨，伊个心灵感应，系啊。这种高山杜鹃。啊，这么高。这些全部都过，这个这么高。杜鹃是几月开啊？七八月。他们这边可能七八月。那跟台湾，他们说他们开的比较慢，四月底，四月底开始，然后到六月。台湾那跟台湾一样啊，台湾山的五六月。对啊，湖湾山的。对啊，这个应该超美的。反正就是小小的。我从加了登山社，我才知登山社团。人工遗址。这个石头真，这真的就是玉山的那个碎石坡。然后你晚上上去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它是这种路哦，下坡的时候你就知道。你就怎样行？对啊。哎，有云海了，有云海了。哇！我现在好美。没问题，往下拍一张。有。仙境，仙境。开始搞你这相机，诶，照片马上跟我分享。你莫改迄摆，按什么删掉，再甲我分享。
接垃圾桶寄给你。直接从垃圾桶捡来给我。不用啊，我看一下，我问我女儿怎么弄，把它丢到什么云端什么叉叉去。对对对。啊，上面雾气比较重，小心一下子。我们现在马上一分钟。嗯，对，止渴。等一下。啊，我们去有办法。还有就是走在另外一条，就是已其实大家已经很警醒了，每个人都很清楚，每个人都知道有加警察，可是就是有加警察来查，就是、可是加警察不是查你，他查你旁边慢跑那个人，然后他跟你说。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你的钱包有没有被偷了？对，叫你找下，你借口一下，看我的兜啊，对，你就下一次就会摸一下，对，对，然后下一个走了50公尺，自己觉得怪怪，一摸不见了，我把它摸跑了，对，他怎么想都想不到，那他厉害啊！我就是很赞叹他的手法，我们用一种崇拜的赞叹的心情去看他，真的。那一次他先确认，突然又一个女的袭过来，没有啊，你直接这样子，东特去买 body。对，我就直接，我就而且是很凶的口罩，凶他就拍大底，他就马上就，因为他上来就注意，然后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碰到我的身体，所以我跟你讲，那因为他知道说你这个人警觉性很高，他也会不敢动，亚洲人比较不敢叫，没有，那个女的看过来，手就给我伸到我口袋，我就直接手刀切过去了，切过去，然后手机又被我打死，一定要这样做，这样做没有用，没有，后来那个小丑要跟我要1块钱，我说。I no money, I no money。因为我到无咧照片删掉。无，你讲是厉害无？那只有一挂。没有，我就后来我就赶快马上看我的皮包、我的钱包、我的手机。你不能现场，你也不是现场，人家就算你那东西放在哪里。对。啊，可是姐姐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。所以我们当时都是沿路就一直抱着。不是，我们都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都是带那个有内袋的。然后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那钱在以前都批包在外面，现在都藏在里面，或是内袋啊，背在后面都是别人的，都穿那个有内袋的衣服出去的。没有，我们都拿到前面来背的。现在是在这样快的才敢这样背。你用餐巾放在前面，放到旁边的都是别人的。对，他有就是倒在进餐厅挂在椅子上的都是别人。来，准备换车。准备换车。站起来，全部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，来，不快不来。好，站起来。
Thank you.
Mm-hmm.